个性的现役，我们来看，今年真的很多的，像这种标语 T 跟字母 T 真的超多的，像这边都有，对。可是他们在穿搭的时候都会运用一些 T 恤上面的颜色去做呼应，比方说配件这一些。我觉得 T 恤是真的没有错，可是你要配下面哦，或者是再搭一件的那个外面或配件，真的要做规则，不然就是一半套很松，就会跳不出那个个性跟态度出来。或者是像这样子，今年也有很多，包括刚才小柔介绍那几款 T 恤，在现在时尚潮流里面，他们都很喜欢去运用一些都会感的东西。因为今年很，尤其是女生很流行一整套的西装，我底下是西装裤，可是我上面是这种很可爱的 T 恤，或者是有一点像刺青的图文的 T 恤在上面，就是让它很冲突，越冲突越好。对，这是今年流行的一个趋势。